大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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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大家晚安哈。昨天在其他地方上课，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些人也是学佛了一阵子，好，就问大家，佛法对于大家的意义是什么？好，每个人自己的意义是什么？好，那当中呢，就两个男众居士很有趣哈，他们讲的刚好就是涵盖了整个佛法的意义了哈。他就说，一个就说在生活上呢，哈，那佛法的智慧，哦，另外一个就讲解脱，哦，其实也是这样了哈。我们其实用佛的智慧，能够让我们在世上呢，哈，我们说的理事无碍的事啊，能够更加的有智慧的去面对哈。那再来呢，如果我们呢，好，学佛法的话，好，能够让我们在理上的成就，也就是我们能够怎样成佛，哦，也就是所谓的生死解脱的部分，哦，所以这两块，哦，其实就是佛法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哦，那个人家说学佛到底要干嘛，哦，啊，学佛其实就像这两位男众居士刚好把一个佛法的一个要素给讲出来，哦，在生活上，在世上的一个智慧的呈现，跟在理上的一个圆满的成就，哦，啊，这两个如果都能够融合在一起，哦，其实就是一种理事的一个无碍，哦，我们常常有时候学佛的智慧，哦，啊，在生活上的呈现的时候，我们其实对人生会有不同的看法，哦，会有比较智慧力，哦，比较不会像一般的人都是在那个，像下午就在讲一个偈子，哦，一首诗啊，哦，那他就是讲到人生都在烦恼当中，都在那个忧虑当中，这样子就忙忙碌碌的一辈子就过了。好，那如果我们有佛的智慧呢，我们就可以呢有不同的展现，哦，知道什么是轻重缓急。那再来呢，我们如果在人世间的智慧能够圆满的话，好，哦，那在理上我们就能够有更好的圆融，好，哦，那这样子理跟事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这样自爱处，哦，没有任何的自爱，所以这样才能够称为所谓的理事圆融，哦，所以有时候也是学佛一阵子要问问看自己，哦，学佛对于自己的意义在哪里，哦，啊，有这样才能够有时候我们在学的时候能够回归到我们的初心，我们的本心，哦，不然大家有些学佛学久了，哦，就开始有些一些想法的产生，哦，有些会有一些懈怠啊，或者是对那个产生一些慢心，哦，那这些其实都是要回归到我们当初为什么学佛，哦，那学佛那时候的一个怎样快乐，哦，刚开始没有任何包袱，哦，没有任何的那种苛求，哦，因为像现在人如果学久了，哦，常常就会就开始有听到有人说，哎呀，师父，我已经学佛几十年，哦，那个又是一种这样数字的一个压力，哦，好像累积年资，哦，啊，其实你累积学佛的年资也没有办法就是像人家还可以领薪水领很高，哦，这开玩笑的，可是你累积那个学佛的年资越高的话，应该是怎样在生活上的一个智慧的展现，哦，那在修行成就上的一个展现，哦，那才是那个所谓的有几年几年，哦，这样才是一种怎样真正的一个功夫存在，哦，不然的话也是怎样有时候也是变成一种虚度啦，哦，
就看每个人的一个这样。我们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有一些我们有的想法，有这些就是一般在佛经当中的颠倒，还在颠倒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在里面就好好的去区分所谓的善恶，好好的去区分所谓的对错，好好的去区分我们该做不该做这些。哦，那除非我们已经修正到佛的智慧，那再来说所谓的一切圆满啊，无恶不恶的一个圆满的一个状态，不然的话，有时候人常常都会在这当中有一些迷失啊，也就是你还在凡夫，就是一般的那个还要有的一个境界当中的时候啊，然后就开始一直在想佛菩萨的那个不二的境界，这有时候会跟自己的一些想法会有一些冲突，就好像是我们在看《妙法莲华经》，看到现在同学可以发现这一部经它的一个时间、空间，还有那个所谓的数量，已经接近到无限极了，无限止了，感觉它有给你一个数量，也就是说，在接近实相的一个境界，所以他感觉他有给你一个数字，可是这个数字呢，往往都已经这样超越人的想象，无限的一个宽广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心量的呈现啊，对不对？心量正量的一个呈现，好，我们上一次讲到。阿逸多啊，若善男子、善女人闻我说寿命长久，身心信解，则为见佛啊，常在乞奢觉山供大菩萨，诸声闻众围绕说法这些，也就是如果我们当下听到佛，这就是在《妙法莲华经》所叙述说，佛的寿命长远。我们只有当下这一念，没有不会再起其他的，像疑心啊，或其他的一些杂念，然后怎样，这才叫做什么身心信解，身心信解，没有任何的一个疑心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怎样，有所成就，像底下这边的所讲的，那这样的一个能够见佛啊，还在我们常说，一般大众的认知当中啊，佛已经讲入涅槃了嘛，对不对？那其实佛现在也还在临相当中，这样讲经说法只是因为我们的心那个妄心要还在攀缘妄心当中，那心在妄心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见我们的真心所以我们就说妙法莲华经很有趣他把凡夫的境界跟菩萨的境界，你看他在现在呈现这个佛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呢，他就这样一个对照娑婆世界对照这无量无边的菩萨，无量无边的这个寿命，无量无边的这个宽广的空间，无量无边的一个宽广的一个时间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又见这个此娑婆世界其地琉璃我们就说娑婆世界，其地琉璃，同学一定说在哪里，在哪里指给我看我们现在看到的地都是怎样土块然后都是石头，哪来的琉璃所以这边其实。也是讲的是怎样我们的心的一个呈现刚才就刚好跟居士聊天了那刚好讲到现在台风其实现在台风跟人心也很像，对不对？都一成长都非常的猛烈嘛，一下子就变成什么大的台风，对不对？那一下子呢，
那个台风呢，哈，也不像以前的台风都直来直往，对不对？哈，该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现在台风，你看像之前那个还绕半天，哦，绕了一整圈，然后才看自己高兴要往哪里去，往哪里去，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啊，哈，现在你看那个台风不就是人心的一个呈现？哦，我们现在的大众的心呈现这样，所以台风也呈现这样。哦，啊，其实不是只有台风，整个环境其实都是啊。哦，所以当我们在看佛经里面，有时候在讲看到那个增劫跟减劫，那个就是寿命的减短的这个部分，我们常常想，哎呀，嗯，一般大众的那种想法，一定说，哎呀，你说一个地区哈，它的寿命慢慢的减短，那还能相信？哪有那种所谓的寿命一下子大家都减到那个什么80岁、90岁、80岁、70岁、60岁、50岁，甚至于到10岁，对不对？哦，那个怎么可能？对哈。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这样，现在小孩子越来越聪明，对吧？同学可以发现，很多东西都这样，都提早了。哦，以前小孩子很单纯哈，啊，现在小孩子都非常非常的聪明。哦，啊，其实有时候在看这些小孩子，其实我们不会用那种，就是你像你学佛以后，其实你不会去就是说认为小孩子聪明是一件好事。哦，小孩子聪明也很不错，不是说小孩子聪明就不好，而是说不会认为小孩子聪明是很好。哦，而是小孩子如果他能够懂得佛法，哦，啊，有些那个在对事物的一个柔软心啊，哈，然后对事物的一种能够，就是能够随顺这个环境的一个态度，哈，这些其实反而比聪明还要重要，对不对？哈，一个人很聪明，可是他没有办法跟人家相处，或者是一个人他很聪明，可是对于这些就是那种瞧不起人家或者是怎么这样的小孩子，反而很怎样？哦，在成长过程当中还有的磨累，哦，所以世间法其实就是这样，哦，很多要去面对的，所以佛经里面讲的，我们会发现这样，真的就是真实语啊。如果同学细去想的话，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又见这个娑佛世界哈，哦，那个地琉璃哈，哦，坦然平正，有没有？同学会说哪有娑婆世界？你看，那个海沟深到这样啊，那个山高到那样，高高低低，永远都这样不平啊，哪来的坦然平正？我们就说这其实就心的呈现。而现在娑婆世界的这个大众的心呢，起伏就是这么大啊，所以那个山就这样高的高，然后这样海沟深的深。好，阿姨，那这边的那个佛世这个世界里面哈，虽然也是娑婆世界，那个这个心的呈现就是清净心呈现的娑婆世界了。哦，也就是当我们一念的清净的时候，就相应这个清净的这个娑婆世界，所看到的娑婆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我们就常常说相，哦，呈现这些种种的相，就是一个这样镜子。哦，我们的心在照镜子，哦，所以我常说，哎，同学啊，现在娑婆世界到底是，阎浮提金呢？哈，哦，戒八道啊，哈，哦，啊，这些楼观啊，宝都在都珠宝这样砌成的，哦，还是像现在的这样大家认知当中的这样五浊恶世？哦，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在照镜子，哦，照镜子，哦，所以这边讲到，其菩萨众啊，哈，哦，闲处其中，要哈，哦，我们现在认知当中啊，哈，哦，那个以释迦牟尼佛那时候度的弟子只有这样，哦，声闻众而已嘛，哦，只有证到阿罗汉。你看这边的一个世界是这样，菩萨众哦，闲都这样。处在这当中啊，也就是凡圣都在这个当中啊，哦，里面也有菩萨众在这当中啊，哦，那这就打破我们对娑婆世界的认知了，对不对？哦，要不然我们以前认知娑婆世界
释迦牟尼佛度的就是声闻众，哈，也就是所谓的阿罗汉，啊、那这个边他讲的是这样，菩萨众也在处在其中，啊、那所以同学，这个就跟我们跟那个前面讲那个佛的寿命长久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是认知这个娑婆世界的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寿命就是80岁嘛，对不对？哦，那可是我们现在认知是这样，寿命长久，哦，所以现在就是在打破我们对于娑婆世界的一个认知的框架，哦，那这个框架要打破，源自于我们自心的清净，哦，当你心一清净的时候啊，你所见的娑婆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哦，啊，当我们的心呢，都跟烦恼心跟那些那个三毒心相应的时候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个80岁的那个寿命的那个佛啊，哈，然后那个五浊恶世啊，哈，这样的一个怎样娑婆世界，哦，所以佛经里面常常讲啊，当下即是的原因就在这边，哦，如果你的心这一念的清净。就是，哦，所以同学啊，我们常如果生了佛经的话，极乐世界在哪里？还需要去？哦，过我们看到那个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还要过多少的佛世界？哦，哇，好远哦！哦，一个佛世界就已经是我们没办法想象，他还要过很多的佛世界才能够到达那个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那如果我们看完这一部这一段经文，能够深解身心信解的话，同学啊，极乐世界没有那么远，就在这里，对不对？哦，所以什么是极乐世界？就在你的心啊，哦，好，所以这个是身性解相，哦，言能身心性解，法身常住，则临山一会呢，就俨然常存呐，啊，哦，那这个娑婆的这个秽土就宛如华藏世界，哦，那能如是观的话，视为怎样身性解相。以一念呢，就顿超实地，哦，当下这一念呢，啊，哦，我们就说啊，哈，哦，那个修行其实就很像逛百货公司，有没有？啊，哦，你如果说，哎，一层一层，哦，啊，今天对，哎，这边逛一逛，那边逛一逛，每一层每一层都要逛，那当然要花很多时间了，哦，啊，如果你这样心不跟这些攀岩，然后很快，哦，就能够这样一念顿超实地了，哦。那当下就能够讲即得成佛啊，哦，所以这边讲到的是叫做什么身性解，哦，那前方便品的话，哦，就许身子以性得入，哦，那这个四大弟子领悟，哦，所以标为性解，哦，那虽蒙受尽的性解未生啊，哦，所以但以性佛语，哦，故每界呢，哈，哦，曰呢，如来所说啊，哈，哦，言不虚妄，哦，我们都知道这个都在讲的是怎样，佛所说的一切怎样，本来就怎样都不虚妄啊，哦，好，那我们上次是看到的应该是，哦，因为那个电脑的日期，哦，所以我们上次其实应该已经是看到法师的这个法师品已经看，我们现在应该看到是啥随喜功德品，哦，那前面那一品的话我们就稍微做一点复习，哦，稍微做一点复习，哦，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哦，这一品其实也是很非常非常的殊胜的，哦，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可以讲，哦，那个文受量一品，哦，就能够这样殊胜，
那还没有随喜全经之意啊。哦，那现在以一念的随喜，所以同学现在的那个到了《妙法莲华经》的那个进入到实相的这个境界，讲的都是一念的，所以你当下这一念就是了。哦，所以随喜之功呢，哈、哦，教之为八千偈中啊，广以七宝，次呢生这个布施呢四百亿。阿僧祇世界六趣众生啊，又令这个各得四果之福者啊，哈，以极显呢此法的一个殊胜之意，哈，那兼这个恶圣怨乐之心啊，哦，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阿逸多，哦，我们上次讲到哈，如果能够这部经啊，哈，能够有听能听到，然后就起欢喜心，然后呢，他又跑去跟其他人分享，哦，可见这部经让他产生很大的法喜，所以他会很想跟人家分享。然后呢，讲完以后呢，哈，又在那个听到的人又升起法喜心，然后又再跟人家分享，哦，这样子辗转五十次，代表这时候的众生呢。根气很利，对不对？哦，否则一般大众啊，哈，常常我们听到的是，哎呀，师父啊，我今天啊听部这部经啊，一说完啊，哈，我就发现啊，哈，一出去啊，我还是用我的习性在做事，对不对？哦，啊，所以那个经呢，哦，在这间教室听，哦，在这个时刻听，就都停留在这间教室跟这个。这一堂课的时间当中呢，哈，啊，不会把它这样做一个延伸，哦，像刚才那个居士讲的，哈，佛法对它的意义是在生活上的智慧，哦，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妙法莲华经》的智慧用在生活上，哦，啊，只是大众呢，哈，会觉得这部经哈，太过于就是那样的一个无边际，哈，啊，所以那个就没有比较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契入动作。啊，那可是其实那个还是一种心量的呈现，代表我们的心量怎样还没有到达那样的境界，所以没有办法把它用在事项上。哦，那这边你看，这就很殊胜了。哦，代表这个时间的这个大众人哈，根气力，而且是怎样法非常殊胜的时期啊。哦，同学要知道。哎呀，要能够这样子听闻，然后的法喜，然后很想出去跟人家出去，就想跟人家分享，哦，这样的大众其实这样，蛮有限的，哦，那这边他这样可以辗转五十次，好，哦，五十次，哦，所以上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哦，何况最初呢，于会中闻而怎样随喜者。祈福复盛啊，哦，啊，无量无边的阿僧祇不可得比，哦，所以这边听到了哈，随喜哈，他的祈福呢哈，还能够这样复盛。那如果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啊哈，都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哦，所以这个就讲到初闻法的一个像地上的菩萨之相，哦，以亲从这个法会听闻佛法妙法。哦，那直入佛会，哦，所以功德不可思议比量，哦，也就是没有办法去思，没有办法用人的一个思维去思维的了，哦，那又阿逸多啊，若人以为是经故，哦，往意呢生法，若坐若立，须臾怎样听受，原是功德啊，转身左身啊，得好上妙相，哦，马车胜，哦，还有那个。珍宝碾鱼啊，哈，即成天宫啊，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怎样随喜哈所生的这个报，哈，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哈，是经故，然后就怎样晚意啊，哈，那个听坐，哈，同学，你看这就符合大众啦，哈，那你看，为了这部经呢去讲那个身法。然后去听受这一部经啊，哦，那这样有什么功德呢？对不对？哈，哦，如果转身所生就能够这样得到呢好上的妙相啊，马车胜啊，珍宝那个碾鱼啊，还有这样
成那个圣这个天宫啊，吼、哦，往天宫去啊，哦，这就是这样，这样随喜，吼、哦、啊，以这一圣的妙法所感的这个报，哦，就能够有这样的那个好报，哦，好。那再来呢？若复有人呐、啊，于讲法处坐，更有人来呀、啊，劝令坐听，哦。也就是说鼓励人家来听哈，然后呢，而且呢哈，可能现场你看，我们就说这个其实哈，这时候一定是立坑起的众生多哦啊，而且法也很殊胜，所以呢，你看已经坐满满了啊，没有位置了怎么办啊啊，这个如果你能够呢哈分坐另坐哈，也就是你分。一半的位置给他坐，哦，就把那个位置分一些给他坐。世人的功德啊，转身得这样第四座处，哦，也就是你再来呢，哈，往生就往第四天了，哦，所以能够这样得到第四的这个座处啊，哦。那若犯完座处啊，哈，若这个那个转轮圣王所坐之处啊，哦，也。或者是这个梵王的坐处，或者是怎样转轮圣王的一个坐处，也就是再来你往生就往这些地方去了哦。好，那阿逸多呢？若复有人啊，哈、哦，欲于人言啊，有经明法华可供往，有没有看到？哦，也就是哎呀，听了经以后，嗯，很法喜哦，想要跟大家分享。哦啊，就跟这些人讲，哎、啊，有一部经，哦，叫《法华经》，啊，跟我一起去啊，哦，一起去听啊，哦，那即受其教，哦，那所以那个人也这样啊，好，好、哦，一起来听，好、哦，那乃至于心行皆闻呐、啊，那世人功德啊，转身啊，就得与这个陀罗尼菩萨共生一处啊，哈、哦。同学，我们现在的那个大众所认知的娑婆世界，有没有圣在啊？只有看到凡嘛，对不对？哦，所以都认为就是这样，凡夫所在之处啊。啊，可是在这个，如果我们可以，有人然后我们介绍他来听课的话，啊，听经闻法啊，那这样的人呢，哈、哦，他在转身的时候就能够这样。跟陀罗尼菩萨这样共住一处，哦，一起修行啊、哦，像那个就是那个《阿弥陀经》里面啊，哈、哦，就讲到啊，哈、哦，那个凡圣同修啊，哦，共修就在莲花池里面呢，在荷包当中这样，能够莲包当中这样，能够这样修行啊，然后花开见佛嘛，对不对？啊、哦，那也我就那时候就跟大家有时候开开玩笑哈、哦，你的莲花包说不定这样，隔壁坐的就是菩萨众哦，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哦。那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介绍人家来听经闻法的话，这个功德也是这样不可思议啊，尤其是妙法莲华经哦，所以这个叫做劝听之报哈、哦、啊，所听。知人呢，则须臾闻呐、啊，哈、哦，那劝者呢，感报功德哦，能够劝人家来听课，那功德也是这样，十分的不可思议啊，哦，所以我们说，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样，这是《妙法莲华经》是这样，成佛这样必听之经啊，对不对？哦，那你能够让人家来听闻《妙法莲华经》，也就是照下。这个大众的一个能够成佛的这个因在了，对不对？哦，那这个功德当然是这样不可思议啊！哦，所以后面就讲到啊，哈、哦，立根智慧啊，哈、哦，百千万事啊，终不阴哑，哦，啊，口气不错，舌长无病，哈、哦，啊，口意无病，哈、哦。这个讲到的就是啊，哈，我们，因为以这个请人，就是人家来听的话，哈，这功德性，哈，能够怎样？每这个百千万世啊，哈，能够不阴哑。我同学要知道啊，哈，我们前面讲的都是，就是听写读诵
这个妙法莲华经啊，那现在呢哈，他前面讲的都是自我的一个讲修持的一个功力，那现在所讲的就是这样，再来就是啊，布施给大众，这有好的法，我们一起来去听，这样的一个法的布施的功德呢，能够让这个大众呢，在这个百千万世呢，中不阴哑，口气不臭以外呢，舌长无病，口意无病，齿不扣黑，不还不疏，亦不缺肉，不餐不取，舌不下唇不下垂，亦不谦缩啊，那个就是整个的那个面相的部分啊，像那个整个嘴巴的一个怎样面相的部分都很殊胜啊，那这个功德力，就是因为你的嘴巴呢，现在叫人家来听经闻法，对不对？所以这个功德就呈现在你的口相上面啊，你的再来你的那个下，就是累生累劫，你就有种下一个能够呢中百千万世啊，不阴哑，口气不错，还有这些那个口相跟齿相都非常的端正，这个意思就是这样，都非常的端正庄严啊，好，所以同学不要小看啊，有时候说，叫人家那个像我们就常说啊，佛法要能够流传啊，说法的人固然是很重要，可是呢，如果没有这样护持的人，就好像，没有那种，我们是说没有市场哈，他没有听众哈，那这样的一个讲经说法，其实这样那个功德力还有他的那个流传性也就不大哈，所以相对性的说法的人很重要，那再来这样护持庄严道场的人也很重要啊，所以这边他就跟那个佛那个妙法莲华经里面就跟大家讲。那个整个的一个这样呈现就这样，像其他地方有人他就说，他为了啊要找人家去报名啊哈，报名那个佛法的课程哈，他问了七个人最后呢哈，其实有时候人的因缘性很难讲，他就说啊他找了七个人哈，当中呢最后那个是他觉得最不可能来听经闻法的可是。后来那个人来听了也报名了因为那个其他地方那个地方是需要缴一些费用的所以他就觉得哇那个很多东西都不可思议啊反而是有一些他认为学佛了一阵子那这样的一个听经闻法的机会应该会能够这样把握住的人反而没有报名反而是一个他觉得哎呀这个人好像跟佛法也没什么缘分可是人的因缘就是这么样难讲所以他就说他问了七个当中只有一个人愿意报名可是这个其实就怎样展现除了展现这个师姐他也对佛法的东西不遗余力之外很多东西也是这样成就对方一个学佛的一个这样机会所以也很殊胜啊好，那如果能够最好的状况是怎样？就像刚才那个所讲的五十个人辗转，有没有听闻法喜，然后就跟人家分享，哇，这妙法莲华经真是殊胜啊！我听到的那一品，其中有一品他在讲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人一听着，哇，也很法喜，再传下去，这个是最对于法来讲，这个是最恭敬的。所以有人就说那个礼佛那个供佛怎样叫最恭敬？最恭敬的就是我们对法有那个非常的这样，能够要听听闻以后都非常的法喜，然后而且这样也愿意和大众一起分享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整个的一个，你除了这个口相以外，鼻相也是呈现很庄严哈，因为他鼻相他怎样，不扁剔呀哈，然后不曲立，他面色不黑，亦不狭长，亦不刮曲哈，刮其实就是凹陷哈，那个有些人的那个鼻相哈扁塌哈。那无有一切不可喜相，也就是它呈现的就是一切皆庄严相，对不对？那再来呢，唇舌牙齿呢，悉皆圆好，啊，鼻修高直呢，像面貌圆满，啊，眉高额长啊，额广啊平正，人相具足啊，世事所生啊，见闻。见佛听闻法哦，见佛闻法信受加教诲哦，佛怎么教他就怎么听哦，所以这个就是这样信根所具足的大众，对不对哦？好，那这边经文的部分我们再往下看。好，这边讲到阿逸多啊，如且观世。劝于一人令往听法，功德如是啊，何况呢一心听说读诵，而于大众啊为人分别如说修行哦。好，这边就讲到你劝一个人的听法哈、哦，那个能够感受的报，就是所谓的功德力就这么大了，对不对？哦，那你何况呢一心呢听说经持者。哦，也就是能够专注啊，哈、哦，那在听经闻法的时候专心，哈、哦，然后而且能够这样读诵，哦，啊，为大众这样为人分别，如说这样修行啊，哦，教大家这样，啊，如何的这样修行啊，哦，那所以尔时呢，世尊啊，哈、哦，欲从宣此意啊，而说偈言。若人于法会得闻是经典、哦、能够在法会当中听闻这个经典乃至于一偈、哦、同学啊只要讲一偈就好了、哦、那个妙法莲华经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哦、那个品很懒多的、哦、啊不用记这么多没关系，你只要记着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偈子啊，你觉得哇这个偈子写得真好哦，那这样子呢，哦、就随喜为他人说、哦、因为我们的这样欢喜心，哦、看到这个偈子呢，哈、哦，或听闻这个偈子呢，起非常的这样法喜、哦、啊，所以这样为他人说啊，哦，随这个喜呢，哈、哦，为他人说，那如是辗转教啊，哈、哦，乃至于这样第五十，最后人祸福啊，今当分别之啊，哦。这个的一个这样功德力、哦、我们来看、哦、那如有大施主呢、哦、供养供给呢无量众、哦、我们来看前面这个后面这个句子我们一看就知道他现在讲的一定是怎样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种种的功德，对不对、哦啊、可能他所获得的功德还不及前面那个也就是第五十个，然后听闻佛法的这个一个功，听闻这个妙法莲华经一偈的这个功德，哦，大家会说为什么哈、哦？因为佛法如果能够这样的一个大家都听闻了以后产生法喜啊，愿意把它流传下来，这样法才有办法什么常住啊？哦，在法要能够怎样常住是很重要的。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哦，因为同学要知道，《妙法莲华经》是成佛前，就是佛入涅槃前的一部经。那要能够修行成佛，要怎样？要读诵这一部经嘛。哦，所以这个就是把那个，如果能够这部经能够这样源源不绝的流传下去的话，代表什么？佛种不断啊。哦，佛种不断，哦，这很重要啊！哦，如果以那个经典里面讲，哈、哦，越是就是越是五浊恶世，哈、哦，越是那个
那边的众生呢，吼贪嗔痴啊，吼着重的这些世界呢，吼他能够听闻佛法的机会呢越少，能够执佛的那个出世的时间呢，吼越讲几率越少哦啊，所以能够让大众这样子，就是法能够这样流传下去啊，每个人听了都发喜哦，这就真的是。佛法殊胜的一个殊胜相哦，非常的殊胜哦。好，所以呢，这边大师祖哈、哦、共众哈、哦，那聚满了80岁，随意之所欲啊，哈、哦、啊，戒品衰老相哈、哦，发白而面皱哈、哦，那此书呢，行枯竭。念其死不久呢，我今应当教啊，哦，令得于道果哈、哦。这个其实他这样的形容哈，倒是让我想起一个老菩萨哈、哦。我之前在讲其他经典的时候，有个老菩萨啊、哦，那在第一堂课呢，哈、哦，他很早就来哈，他、哦、就坐在我前面，他就一直在讲，师父啊，哦，意思就是他现在已经这样的一个年纪了。哦，那生老病死，哦，那现在要面对的就是最后一个，哈、哦，那他就说啊，哈、哦，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哦，有没有快一点的修法？哦、啊，其实这个就个人因缘啊，哈、哦，我们趁现在哦，前面在听的这些大众们，哦，还现在永远是这样，比未来还要年轻啊，对不对？哦，那所以现在绝对是你这辈子当中最好学佛的一个机遇，哦，那我们不需要等到后面再来问怎么办，啊，现在的话，我们能够诵得经诵起来，能够做的这个功课做起来，然后能够就是打得坐，哦，也是这样，该修怎么修行怎么修行啊，哦，这样子才是这样。如教奉行、啊，然后佛什么样教我们怎么样去做，哦，啊、才不会等到年纪大哦，来坐在师父的面前问，哎呀，师父怎么办？哦，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哦，这种立根气的哈、哦，当然了、啊、哈、哦，那个很多东西就很快啊，对不对哈、哦？啊，如果是一般根气的人哈、哦，我们永远就把握现在哦，现在永远是最好修行的时候，因为。未来的事情更难讲了哈、哦，更难讲了哈、哦。好，那所以看到这边叙述了这个80岁的哈、哦，然后那个佛就说应当要教哈、哦，那令这个那个80岁的老菩萨能够怎样得于道果哦，那即为方便说啊，涅槃的真实法。世皆不牢固啊，如水墨泡焰啊。其实让那个到了这样的年龄，要面对的就是这样往生嘛，生老病死，面对就是要往生哦。所以他要佛就介绍涅槃的真实法哦，然后告诉他呢，世间皆不牢固啊。哦，我们所认为很牢固的这个世间，其实他一点都不牢固。好像水墨泡焰啊，哈，汝等贤应当啊，哈，即生愿离心，哈。其实我们在看那个极乐世界的时候啊，哈，那就是那个净土的这些经典里面啊，哈，也常要大众升起愿离娑婆世界的心，哦，然后才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哦，所以这边讲到。诸人闻是法，皆得阿罗汉，具足六神通，三明八解脱。最后第五十啊，闻一偈随喜，世人福甚彼啊，不可为比喻。哦，也就是最后那个第五十个人呢，哈、哦，能够听闻这一偈，能够产生随喜心的，哦，这个人的福报呢，哈、哦，胜于前面那样哇，哦，做了很多事的人，哈、哦，所以这个。甚至于这样不可之间是不可以这样，那个这个胜过他的这个部分是这样不可为比喻啊，吼、哦，连譬喻言语当中的这些譬喻都没有办法去比拟呀、啊，哦，所以如是辗转闻呢，其福善无量，何况于法会啊，初闻随喜者，
若有劝喻人啊，将引听法华，言此今生妙，千万劫难遇。哦，那即受教往听啊，哦，乃至于须臾闻，施人之福报啊，尽当分别说。哦，佛也知道，到了末世呢，哈，听经闻法的人不多了，哦，不多了，所以呢，在这边他就特别的强调，哦，能够怎样，请大众来，能够到现场，能够庄严到场，能够来听经闻法的，哦，这样的人的一个福报啊，哦，非常的不可思议呀，啊，哦，我们来看怎样的一个。那个样貌呢，哦，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请人家来听经文法的时候，世事无口患，哦，此不输黄黑，哦，那唇不厚剪缺，无有可恶相，哦，那舌不干黑短，那鼻高修且直，耳广且平正，哦，面目系端严，哦，也就是所有的面相都非常的端严，哦，那为人所喜见，口气呢无臭秽，哦，幽薄花之香啊，常从其口出。若故呢，欲增法，欲听法华经，须臾闻欢喜，今当说其福啊。哦，那后生人中啊，哦，天人中得妙相马车，珍宝之年。于啊，得胜这个天宫殿，若于听讲法处呢，劝人坐听经啊，哦，是福因得因缘得呢，哈，哦，示范转轮坐，哈，哦，能够怎样往生到所谓的第四天呐，啊，梵天呐，啊，或者是能够在这个四大众当中是怎样转人圣王。哦，所以是何况一心听啊，哦，所以这些的功德啊，哦，种种的这些功德都最大功德是怎样，不如的啊，你现在能够坐在这边，哦，一心就很专心的听啊，哦，那解说其意趣啊，如说而修习，其福不可量，哦，如果大众在这边听啊，哦，能够升起呀，啊，哇，好，要修行的这个愿这个心的话，哦，这福德也是这样不可思量，哦，不可思量。所以这个在就讲到种种的不同功德啊，啊，为什么讲这些功德性，哦，我们就是说那法相那个所谓的实相当中已经这样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啦，对不对？哦，那这样的《妙法莲华经》为什么在后面在讲功德呢？哦，我就说佛经呢，哦，一定是这样，根据大众的一个需要，哦，也就是法要能够流传下去，要有几个因缘性，哦，说法的人，哦，听法的人都很重要，哦，那听法的人呢，哦，他也这样需要能够更多的人一起来，哦，不然的话，哦，那个像现在说真的听法的人真的是比那个早期的那个闻法的这个心呢，哦，大家的那个心就比较这样没有那样以前的人那么样的热切，哦，那现在人都很忙啊，哦，那工作上好，哦，忙，哦，啊，有时候在网络上也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哦，所以在轻重缓急下，有时候就不小心把听经闻法给排到后面的一个这样排序了，哦，那佛也知道会有这样的现象，哦，所以告诉你啊，如果说啊你能够自己来听经闻法也好，哦，那甚至于呢介绍人家来听经闻法，或者呢是在听经闻法的这个法会当中啊，哦，然后分期做，哦，让人家来做，哦，让大家都能够来参与这听经闻法的这个法会啊，哦，那以这样的功德都是这样十分的不可思议啊，哦，好，所以这边其实就在鼓励啊，哦，能够促成了，哦，大众都来听妙法莲华经的一个这样因缘性，哦，这样才有办法叫做因缘具足啊，
哦，不然，哎，就是一个在讲哈，啊，底下如果没有种，哦，这个也是这样，法这个法也这样，没有办法这样流传下去哦。虽然一个法会当中啊，哈，也有很多的那个无形众会来听，哈，啊，可是最重要的是这样，那在人界当中的这个大众也能够真的能够这样。发起想修行的心，这也很重要啊！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讲到法师功德品哦，第十九哦。那此品的来意哦，这边还是先介绍啊，哦，这一品的一个重点到底在讲什么哦？所以同学，这个部分我们来往下看哦。它是由前呢管藏持经之大意哦，前面在。称赞了，如果你能够这样受持妙法莲华经的话，这边就能够获得大利益。经显持经的这个法师呢，即得六根清净了。如果能够持经，好，这个法师当下就能够六根清净，来显这个法华三昧之深意，也就是能够入法华定，那现前呢，即登这样不退地。以发呢恶圣精进不退的心啊，哈，故此品来啊，哈，就是这样前法师品，啊，那以法师为作发的原因呢，哈，这边在正显的就是持经的这个功德，哦，也就是法师把这个妙法莲华经能够这样宣扬之后呢，哦，那大众如果能够呢。在这当中能够持经哦，受持这一部经典哦，那这个功德哦，这一品就要这样宣讲啊。那名与义别啊，哈，以这个佛的性的种子啊，哈，需要戒缘熏啊。我们刚才就说啦，为什么你介绍人家来听那个《妙法莲华经》，能够让？就是得到这样的殊胜功德，就是因为呢，这部经其实熏的是什么佛性的种子，哦，也就是你要成佛，就一定要听这个《妙法莲华经》，哦，所以他这个样戒缘熏呐，啊，哦，借我们这样听闻《妙法莲华经》的这个因缘呢，哦，熏这个那个佛性的这个种子回我们这样八四天里面呐，啊。产生这个所谓的佛性的种子，那使慧命不断，所以法师的功德呢最殊胜，那这边就以功德来讲简之啊，好，这边尔时呢，佛告常精进菩萨摩诃萨，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华经》啊。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世人呢当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宾舌功德，八百的身功德，千二百的意功德，以是功德啊，哈，庄严这个六根啊，皆令清净哦。好，这个就把。那个，如果我们可以受持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话，能够在这个六根当中得到各个的一个这样功德，哦，那因为六根的优缺啊，哈，哦，不同，哦，所以所得的功德也就这样不一样，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法师的功德呢，哈，哦，这样告这个精进菩萨。为持经之人呢，哈，一定要讲精心存那个存一啊，永离懈怠哦，要能够离懈怠，有进无退，一定要讲往前哦，啊，没有那个起退的心呐，啊，哦，这样才叫做法师哦。所以这边在定义法师哦，什么叫这一品在讲法师功德品？那这个法师功德品的这个法师又是怎样的法师呢？哦，我们就是这样持经了以后就是这样精进哦，然后呢没有任何的杂念哦，然后离懈怠哦，只有往前，不会再往起退心了。
那此前言所说的六种法是有读诵、受持、解说、书写、供养。那今不言供养，意在此经。那不言受持，以读诵、解说、书写四种。这些都是受持啊。然后把受持分成这四种。故不举也。言六根的功德啊，有八百、千二百。这些不懂，不同的一个怎样等级啊。有些他身口意的部分啊，有优缺。所以呢，有些他是得到八百的功德，有些是千二百的功德。像在楞严经里面就有定六根的优越，他就说世界交涉，世界互相的一个这样交涉呢，有所谓的三世，三世就指的是时间啊，现在、过去、未来，那还有所谓的四方，四方所指的就是这样。东西南北，所以这个就是时间跟怎样空间的一个呈现。那时间跟空间相乘就这样十二，三是十二嘛，那所以这样流转三叠，那六根的功德呢，如果各个圆成有千二百，如果能够圆成都至千二百，可是以利用不齐，所以眼六根当中的这样利用是不同的，那所以眼呢，只有八百，以后方全暗，然后眼睛只能够往前看嘛，对不对？没有办法看到后面啊，对不对？那鼻缺中焦啊，那身合中支啊，以三分的言功，以这三个来言这个功德啊，那一分缺德呢，所以呢，这个眼、鼻、身啊，这边就是说的这个里面就是这样，这三个各有它的一个这样，缺德，缺它的一个这样功德性，所以这三根所具的都是八百，那以比喻选缘根啊，故曰六根各具，利用之不等，所以很多就是在怎么利用的不等，那金经呢，正显父母所生的这个禅身，以显持经啊，即得六根清净之报，那故只就呢现在肉身六根啊而言清净，不再优越，彼言功德呢，就是在这样。那个六根的一个利用，那现在所说的功德呢，持经呢就不出这样六根了，所以一功德呢专研这个六根呢，皆得清净，所以持经的功德呢，就研集这样得清净，那经清净是遮空之持啊，那个以究竟来讲，以空的意义来讲，其实怎样没有所谓的清净的一个了别性嘛，清净跟空的都没有这样的一个了别，那以肉质的这个六根呢，则隔碍而不通，奔染六尘，也就是我们以我们的六根的眼耳鼻舌身意呢，跟这个些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呢，交涉，所以我们以这样来看呢，缘非清净，那现在所说的清净，所以我们知道根根尘交涉皆为妄，对不对？那以六根的这个六根呢，都是在妄中，所以没有所谓的清净啊。那这边所讲的六根清净呢，是因为怎样持经的功德而这样所致啊，所以故曰讲皆得清净，那这边为什么要讲清净，这个要回到前面所讲的这些殊胜相啊，对不对？前面所讲的这些娑婆世界啊，它原本应该是怎样，也是很平整，然后琉璃为地这些，那这些如何能够看
那个就是好像整个娑婆世界，那个佛还在灵鹫山讲经说法，然后整个娑婆世界呢都非常的平整，而且怎样琉璃铺地。为什么看出来能够是这样的一个境界呢？就是因为怎样，我们的心清净。那怎样能够心清净呢？然后能够那样，就是有那样的一个境界在，哦，也就是我们以我们的六根来讲，根根尘交色都为妄。那以妄来讲，没有办法到达真的境界，也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看到娑婆世界是一个清净的一个相，因为根根尘交色皆为妄，哦，皆为妄的话，它没有办法所谓的清净，对不对？哦，所以要如何能够这样清净？哦，要如何能够清净？哦，他这边所讲的就是这样持经的这个功德力。哦，唯有借有这持经的功德力呢，哦，才能够让这样六根皆得清净。哦，不然的话，以肉质的一个六根跟六尘交涉，一定为妄。哦，你就没有办法看到前面所想的那个实相当中的一个娑婆世界呈现是这样的一个这样殊胜相。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问曰啊，今眼六根清净，皆云父母所生现前肉身，即能呢测见测闻，哦，三千大千世界者啊，哦，世事难信，请觉所依，有没有？刚才说啊，你前面讲的那个境界嘛，哦，娑婆世界这样的一个那个佛还在灵山说法啊，然后呢，那个琉璃为地，这些的殊胜相，那你说能够见到这样的一个殊胜相，这个怎么可能为是我们怎样父母所生的这个肉眼所能够见的？哦，也就是以那个六根的那个肉眼的部分来看这个世界，怎么可能会是清净的呢？因为本身肉眼就是一个什么妄，哦，那妄如何能够见真？哦，这个问题在这边嘛，哦，那这边就答曰啊，理故如是啊，无足怪也。哦，以理来讲，哦，这样这其实也没有那个奇怪处啦，哦，那个因为人的想法就是，哎，以肉眼来讲，根根尘交涉啊，对不对？哦，那应该是产生的都是染污啊，都是那个妄，都是妄啊。哦，那如何能够见真？哦，啊，这个就是人的想法，哦，啊，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就是这个样子啊。哦，那请示言之啊，哦，然众生见之见啊，哦，本是一真法界圆明心体。你看，问题它是从什么？我们一般大众是在肉眼上，啊，是在妄当中。你看他回答从什么回答？一真来回答。哦，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你的心念嘛。哦，你的心念只在妄中的时候，你当然没有办法看到什么，无法见真啊，对不对？无法见到那个娑婆世界的一个殊胜相。无法见到这样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灵鹫山这样讲经说法，因为是什么，都还在妄心当中啊。所以这边在回答的时候就直接告诉你，一真法界所见的就是这样的世界，哦，啊，所以大众呢，因为这样执妄，也就是执那个根根尘交涉的那个境界，所以没有办法这样入真。哦，同学要记得要妄尽才有办法什么归真嘛。哦，所以你以妄来讲，永远怎样无法见真啊。哦，所以这个它跳脱你的妄，你的根，你尘交涉，直接这样回你一真法界。哦，那一真法界就圆明心体，无边的煞境。哦，这边讲相呼应的世界，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娑婆世界的清净相啊，对不对？
哦，你的心是妄心，所以我借着娑婆世界就叫做五浊恶世。你的心是清净的真心，所见的就是这样，那个清净的什么娑婆世界。所以世界是一面镜子，呈现就是你的心的一个这样心量跟正量了。哦，所以看你看这个世界是什么啊？哦，我们刚才就讲了，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品也是这样呼应上一品、哦、当中内容的一个那个前面上一品所告诉你的就是一个境了，这一品告诉你就是如何能够达到那样的境，那就是因为我们要这样忘境才有办法归真、哦、所以这个无边的煞境、哦、那时事的这个古今呢名不斗造哦、那千毫不移，与十方佛呢同体无二也、哦哦、也就是我们其实呢妄跟真没有法差别、哦、一般的人认为这样妄就是妄，真就是真，对不对？那以佛来看其实这样妄真亦如、啊、对不对、哦、所以他就说众生的知见就是这样一真法界圆明的心体啊，哦，好，所以有啊，众生的知见，好，我们可以来看众生的知见跟十方佛同体无二也，本来就一模模一样样，不增不减、啊、哦，然后所谓的这样不垢不净啊，对不对？哦，这不就心经里面的一个境界吗？哦，好，但以最初的一念呢，哈、哦，无明妄动，哦，那障蔽妙明，然、啊、后、哦，这个我们自己讲过了，哈、哦，我们因为一念的无明开始这样在世间一直轮转，哦，那障蔽了我们原本的什么佛性的，对不对？哦。就好像云遮月同样的一个道理哦，所以故感觉这个水火风土呢四大这样用力呢吼、哦、留爱、哦、都非常的自设难，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同学空是什么无自爱性嘛啊、哦，那你如果水火风土这个四大的结合呢吼、哦、它就这样有自爱性的哦，所以讲隔月不通哦，所以以至于见不超摄哦，哎，你所见的哦，一般凡夫的这个肉眼所见的哦，那个眼根所见的哦，没有办法超越什么色尘，你只有办法看色尘而已啊。色尘就是一般的我们知道的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哦啊，你没办法看到什么真啊，对不对？哦，因为你是用这样眼根在看的、啊，对不对？哦，那当你是无明当中，我们是用根、眼、耳、鼻、舌、身，哦，这六根在看嘛，在感受嘛，对不对？哦，那所以你没有办法这样超越，哦，都还在这当中，所以闻不出声，有没有？你的那个听闻也都是这样，你跟你的深沉萧瑟而产生的这个闻，哦，那再来呢？哈、哦，这些都是什么众生的知见，有没有？好、哦，好，那所以你认为怎样？你是凡夫的肉眼根在看这世界，所以没有办法看到真如，这也是什么众生之见啊？对不对？哦啊，众生之见的话，因为当然啊，哦，我们刚才说的，你都被遮蔽了，你怎么有办法见真呢？对不对？哦，那是我们说的怎样？刚才说的一念无明开始，六根就一直轮转，对不对？哦，就一直交涉。哦，那唯有最后的就是怎样？你转世成智，有没有？哦，那个智慧的智的时候，那一切才会怎样？哦，明为出发，好，那以明以就是说无明转成破无明窍，转成明之后，你才能够这样归所谓的真啊，哦，所以一念的顿悟啊，哈，如果持经之人啊，一念顿悟本源真心啊，
故曰一人呢发真归元，十方虚空啊悉皆消云，好，所以如果你能够怎样回归到怎样明的状态嘛，一念无明嘛，十二因缘开始一直轮转，对不对？那破无明窍归明之后，这些所谓的十方的虚空呢就这样消云了。那何况是空中虚空当中所生的这些所谓的苦啊虚妄世界嘛。其实我们现在根根尘交涉的这个所产生的东西，就好像我们说的在那个沙漠那边所看到的海市蜃楼啊，那样的一个不坚固，只是因为我们的妄念很执着在这个妄念当中，所以这样没有办法这样破这个无明哈。那所以他这边讲到啊哈，如果能够归元啊，一切的国土都这样震裂啊，那尘嚣绝境哦，这些这样我们所感知的这个六尘呢哈，全部都这样消哦，然后就能够这样绝境。那这尘嚣其实就是妄境的意思啊，对不对？你如果根跟尘不交涉，你没有不会产生妄嘛，对不对？所以你当你尘嚣的时候，怎样妄就尽了。六尘有没有？嚣的时候妄都尽了，那妄尽就这样归真，也就是所谓的这样绝境了。所以十方的世界呢，圆明洞照我们在看《妙法莲华经》。之后呢，同学可以发现越来越能够契入那个禅宗当中所说的当下这一念，对不对？当你一念的妄境清净之后，当下即是啊，的道理就在这边。好，所以十方的虚空就讲消云了那一切清净了所以十方世界呢，圆明洞照而言三千这些由怎样约一量在耳啊？那言清净呢，就是怎样六根呢消覆乃空的意名所以以旧现前肉身呢故遮之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观世音菩萨就修证的是这样二根圆通嘛我们在那个后面有一品，就是在讲那个普门品嘛那根圆通，所以才能够怎样众生。怎样需要怎么样生得救，观世音菩萨就这样现什么身。而且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是他不会去了别这个音声的一个远近啊然后亲疏啊只要你求救他有因缘的，观世音菩萨就示现去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耳根圆通呢，生灭寂灭，寂灭就现前那以耳根圆通来讲，就没有所谓的生灭相了好，从且生灭相就从了别而来嘛，对不对那如果圆通的话，没有就一切都平等了平等相，也就没有所谓的生灭相那寂灭就现前了故上与这个十方诸佛同一持力，下与六道众生共一悲悯慈悲慈悲嘛，对不对慈还有这样悲啊那其子呢六根清净而已啊所以这个就在告诉大众啊你为什么受持能够这样受持这个妙法莲华经，能够这样的一念的清净啊为什么能够得清净好，所以下雨这个六道众生呢这些这样全部都清净了所以首楞严里面有讲到阿难律陀无目而见，有没有这个里面就讲到那个佛有个弟子因为太精进了那曾经他在课堂当中打瞌睡阿佛就骂他说你要睡你就睡一辈子就睡了吧那个阿难律呢就升起那个惭愧心啊就开始发精进心，所以讲一直都很认真，然后都该睡觉也不睡觉所以眼睛就瞎了
哦，那在这边他怎样？后来佛就教他修炼神通，然后他就能啊无目而见，哦，所以见这边的见不是用什么眼根在见，哦，前面在讲的是怎样肉父母所生的怎样这个肉身啊，眼根的根尘交身，应该是不会是清净啊，都是妄见啊，怎么会什么会能够所谓的能够这样？受持能够得清净啊，哦，所以他这边告诉你的，这个不是用根的啦，哦，没有眼睛，没有眼根，可是这样能够见，哦。那拔难陀呢？哈，哦，聋无耳听啊，哦，这样的他是这样，没有耳朵，可是怎样能够听？所以他的听是用耳根在听吗？哦，前面那个是在用眼根在听吗？这就不是了。哦，这就不是了，哦，所以乃是迦摄原明了知啊，不应心念啊，哦，这种原明啊，同学啊，就不是应用那个一般凡夫的肉团心这个心念在了知啊，哦，这个了知呢，哦，这个就要用这样佛的智慧了，哦，所以这个他们所说的受持为什么能够一念的清净，是因为看并不是用眼根在看，听也不是用耳根在听，哦，好，那四阶父母所生的肉身也，哦，这些都还是在父母所生的肉身啊，对不对？哦，所以又曰啊，不明自发，哦，如果能够不明而能够自啊自发的话，则诸暗相永不能昏。哦，这就很有道理啦，哦，如果呢同学想看看，哦，你如果没有自爱在这个眼根的话，哦，那所有的暗相你都没有办法，你都不会这样在当中会迷嘛，对不对？哦，因为你是以真的一个角度在看的，哦，同学想看看为什么我们会会被这个尘的一个亮那个暗所怎样自爱住？待会我们下课电灯关了暗了，眼睛看得到吗？看不到了。那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样自爱？就是因为我们怎样还用这个眼根啊，哦，还用这个眼根在怎样看这是这个尘啊，哦，那你如果怎样能够不用这个眼根，而是怎样？这个自发的部分就是这样，用我们的那个佛的智慧或佛性的这个部分，哦，用真心的部分来看的话，那就算尘为暗，我们也不会受影响。好，哦，我们会因为暗而看不到，是因为肉眼的眼根的关系。哦，那如果你看不是用肉眼在看的时候，一切皆明，好，哦，了解这意思吗？哦，好，所以根尘即消啊，哦，所以觉明这样，何谓云何觉明不成圆妙？哦，所以如果根尘就这样消融了，没有六根，也没有所谓六尘了，哦，那一切都转世成智，好，哦。那这样子呀，就一切都圆妙了，哦，也就没有以字来讲，就不像事一样，事是有了别性的嘛，对不对？哦，那所以有些有那个黑的部分看不到，亮的部分看得到，哦，这些都在了别当中啊，哦，所以六根之相呢，其实就是不是用根那个我们所认知的根在看的，哦，所以四则呢，眼见三千世界等无足怪也，哦，所以这边所说眼见三千世界，这个眼就不是指单单的眼根了，哦，好，那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剩下就在下个礼拜，哦，我们再来宣讲，哦，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